那天在 Vegan Farm，很感谢我的客户，招待我。之后呢，我就到了新竹的绿世界，从台中到新竹。那不能摸哈。在这边做个提醒哈，虽然小动物很可爱，但是还是有它们生命表达快乐的形式。要买这个，才可以坐那个车子搭到第三站，然后就可以找我之前的那个鸟朋友。我之前的那个有一只鸟朋友，希望它还在，白色的大鹦鹉。好，有一些地区，比如说像台湾，其实还是不太适合养，比如说像是鹦鹉，因为飞的空间不够哈，那大自然的空间其实也不是很足够，车子又多，所以呢，我虽然说来看一些鹦鹉哈，可是呢，还是来建议一下，跟各位一个小提醒哈，不建议，先，而且也不认为动物买卖是正确的。要把它赶回位置哦，它想往外走。牧羊人的工作。好，三号站，对，就是这里吗？对，鸟这么近，早知道我就自己走过来。在右后方，在那个斜坡走上去。好吧，谢谢。不会，那就是鸟会飞来飞去，飞到我旁边的那个，对不对？确定哈。好，谢谢。为我等这么久，傻瓜，走过来就好。这期影片可以看到哈，这些生命啊，其实跟我们小朋友的生命没什么差别。那他们也是有智慧的，而且你也可以看到说他们是有爱的，他们是有爱的。那既然我们不会希望自己的小孩子被买卖，那为什么要买卖动物？你在拍照，不要打字。没关系，好可爱哦。你看，好像大便。好漂亮，这个是哇哇哇，好可爱哦。啊！好久不见，你记不记得我 ？Hello，Hello， 我就是为了它来的，这只白色的。Hello， 会痒哦，你头痒哦，你头痒哦，米江。Hello， 这里，鹦鹉。Hello， 你记得我吗？米江 ，Meeting， 我就是为了他来，我就是为了他大老远的跑来。看他尾巴好漂亮。对啊，红色的。这种哈应该是菲律宾鸟，不知道为什么会在这里。我家附近也有，这种叫做红眼战士。谁在发？他不怕人呢。他喜欢你那台摄影机吗？
哇哦，啊哦！你会发这么怪声音啊？这些鸟聪明，它们真的很好哎，受伤的鸟它们都会照顾。嘿，这个眼神表示他喜欢我。你好 ，Hello， 你现在几岁？三岁哦，你没有那么年轻吧？你不要骗我，你没有三岁啦，你超过了啦。你几岁？我问你朋友哦，真的哦。他几岁啊？大概两岁左右。哦，真的哦，他三岁哦，你没有骗我，你还蛮诚实的，可是你谎报一岁。你两岁，你知道吗？二不是三，我两岁半。慢慢 ，Guy， 握手哦，他不会握手。Guy， 嗯 ，Guy， 你好啊。欸，他们是真的要认识，你介意吗？这个东西有 camera， 这是 camera， 不错哈。这个没有攻击性，欸，对，这样可以想出什么吗？Hi Sky， 我就知道你想玩他。Hi， 要帮你吗？你没关系，可以。他很可爱啊。欸，他要站我的身上，欸，他记得我。Hi Sky，Hello。Sky， 要下去了吗？他喜欢玩，这种很爱玩。好啦，不要扁扁在我身上哦 ，Sky。你走喽，哈。哦，这边人养的好好哦。好了哈，回去了哈。嘿，我要关园咯。关园咯哈。嗯啊，亲一个，嗯啊，亲一个，嗯啊。嘿，我亲到他了，嗯啊。好，哎，对，你不能出去哦，哈。啊，你去人家手，哎，你不要去人家手。好了，好棒哦。